辽东十三师第三师下萧师，拿手这样子起，然后萧顺手过来换把，起萧换把。做的时候呢要注意，第一，起来的时候不要往上这样撩啊，直接起，然后萧过来到肩膀这块儿。往下劈，十三式第四式迎推刺，一，二，一，二刺。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？在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动作是格挡的动作啊，格挡攻击，格挡挡开，插步，上步。迎推，迎推，转，刺，啊，刺，